颜色像红色，给人感觉好像热情如火。然后像有的像比较深，像咖啡色，给人感觉有暖色跟软色，有金色跟重色的差别。所以我们在颜色的时候啊，希望分配颜色，经由这次的练习，如果你自己在练习的时候，就会感觉对颜色开始有感觉。用水彩调色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比较轻的颜色啊。给人的感觉，也给人的感觉会比较觉得比较轻快，比较重的就比较稳重的感觉。老师，那乱画？乱画会有乱画的感觉。越是乱画，老师也有价值。你很不礼貌哦。像毕加索画的很奇怪，不是？人家说毕加索有神经病。结果好好的话，现在我们最有价值的话。可是不就是毕加索有魔力的？这不是什么的？音乐。他把它写成这些。